古台湾哦。好的，先放捞。肚子超大。超大，应该下礼拜就要生了。上礼拜说下礼拜要生。下礼拜再下礼拜。就要带去医院，太久了。Seven 买的生吐司，生吐司，它叫做高级生食烫，它很厚哎，你看，哦，超厚的哎，那我就把它，这不是两片哦，是一片而已啊，好厚片，超厚片，一定忘记这多少钱，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烤两片就好了，烤吐司要干嘛？烤吐司呢是为了我们这个东西，很厉害的。哇，这菜很可爱。Q B 的，这是我们的那个客人。嗯，给我们的。看给我们的，看。他是在做这个的。对。这是什么 ？Comeda。Comeda 咖啡店的，那叫什么 ？Comeda 咖啡店的那个红豆。红豆。红豆吐司。啊、红豆的红豆酱、嗯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吐司先烤到非常的金黄色，然后才去再挤这个。好。好，这是气炸烤箱。哦，没有业费，把它那个名字马赛克。马赛克起来，对不起，姐姐。好喽。新加坡可以烤吐司哦。可以啊，它什么都可以烤。我来用个170好了，170，然后烤十分钟。这么久？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漂亮的金黄色耶！你是不是有塞？其实中间已经黑掉好多片。没有，我刚刚袋子里是只有三片的。他这个我这个客人代理嘛，然后他听说去年就订了，可是因为疫情爆发，然后日本就自己也卖不够，所以他这个是他自己留下来的，拿了几包先给我们试。不过他之后就会上市了，所以在台湾就可以吃到跟日本一样的口味。听说台湾也有开这个咖啡店。就因为疫情，然后全部都关门了。好，你看，日本人说从这边开，嗯，从这边开会不会很难开？我通常来说都很好开。总共有三个，嗯，有三片，它里面是那种红豆泥，但是它磨得很细很细的，所以看不到红豆。它这个好像是啊，对折就开了嘛。对啊，这边对折看。对啊。一、二，对，好了，对折喽。好紧张哦，然后又来一张，啪一声。其实很多哎、欸，比我想象中多哎、欸。要舔死。还有哎、欸，还没挤完，等我一下。哇，很多哎、欸。他这个听说是有把那个 Comeda 咖啡的那个泥啊，再磨得再更细一点点，要不然因为怕出不来吧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因为它洞很小，它洞。很多哎、欸，这样刚好。好。挤完了，哇，还蛮干净的，嗯，很干净，而且完全不沾手哦，不沾手。他这个诉求就是不沾手，就是懒人用。哦，对啊，你上次有问老板说，他如果包装这样压到会不会跑出来？对，他说其实不会，他说上下不会。上下你看一下，这样压不会跑出来。对，他说就是折的那个。就是一定要折，对，一定要折，它才会破掉。我如果它跑出来怎么办？那直接叫它改进啊。没有哎、欸，对、啊，好，再把另外一个，好，另外一个就大胆的，好，我这个挤的比较随便，嗯，没有平均，好，好了，这样就可以吃了，试试哦。好，今天的第一餐，有个颓废，嗯，睡到很晚。那我跟你讲，这吃会很开心。糖分升高，糖分跟阿姨一样。嗯，哇，感觉好好吃哦。它那个吐司还很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声音，
好像超现在台湾还没有，之后应该台湾就会有，你们以后我看到可以买，因为现在不能去日本，我们只能这样怀念它了。嗯，哇，那边边一定很好吃。对啊，所以我先吃边边。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吃吐司边吗？它这根本就饼干啊，它这个我觉得配两片吐司刚好，因为这算两片嘛。对。对。还有两片。刚好，而且没有化学感，没有香料的感觉。对啊。来一口啊！来一口啦！哇！大胃王，哎，再来一个。可以哦，我可以的。好，那你把它吃掉啊。不要。好吃。好吃。买个几包放在家里，挤挤小朋友一定会吃的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我小时候都没有这种食品。我们先看看。我来收你的，咬的声音太近了，不会很甜嘞。我怎么觉得不会很甜？我觉得对我来说算甜的。可能我最近都在吃太阳饼，就觉得还好。它非常的绵密。很细啊，嗯，它是酱除了可以放在吐司上面啊，如果你有那个什么瓦吉的话，或者是冰淇淋，然后你可以挤在上面，有香草口味冰淇淋，或是抹茶口味的，对，哇，抹茶红豆冰淇淋，完之后台湾就可以吃到了，不知道还要多久，嗯，希望它快点进来，跟疫苗一样。吃到甜的会很愉快，嗯，超愉快的。本来觉得心情不太好，为什么觉得心情不好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事啊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值得心情好的事情。哦，但也没有什么是值得不心情好，就是值蛮耐的一天。嗯，不会，我吃到这个很幸福了。嗯，快吃完了。快吃！我吃。嗯。喝。收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包。嗨，大家好。脑包。脑包蛮适合你的。谁有脑包？你的脑包，全家的脑包。好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些外星人的一些故事，好了。好，咚咚。不是要啊，今天先来开箱，开箱上次的盘子。对，盘子，他寄来的时候是这样，包得很好，放在箱子里面，然后包得很好。这是要唱一首歌。什么歌？洋葱。如果你也要，你是怎样太高还太低？怎么了？你。怎样啊？你在便秘啊？在酝酿情绪。哦，这个。这是哦，我知道那个免洗碗嘛，都是口买的。你看我的金梅花边有没有？然后还有汪汪的脚印。脚印不明显哎。对啊，因为是黑的，这样才看到。还是开我的好了。可恶！好，换开你的。那再唱一次啊！不要。这包的是哇，这看起来像是，这颜色也太缤纷了吧！剑杂缤纷的，然后里面的汪汪，对，有点糊掉了，看不清楚。然后还有胶带，我感觉很像是我的比较漂亮。很像是张骨灰坛的颜色。真骨？好吧，以后汪汪的骨灰就装在这盆里了。打个喷嚏就喷光了。这比我想象中还要
漂亮哎、欸，因为我本来想说会弯起扭巴的，就很完整哎、欸，会不会它就是？它是不是有在都帮我们做过啊？这真的是我们做的吗？对啊，很怀疑哎、欸，觉得好像太完整了。有一点哎、欸，所以这一集就开箱了这个碗。好喽，拜拜。看起来很有。来开箱喵喵的玩具。嗯，好，什么玩具？你买什么？又浪费钱买的。买这个。这很有趣哦，它就这样子用了之后，好有心哦，长得像只麻雀。对啊，他喜欢玩麻雀啊，因为苗苗他之前是浪浪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喜欢这个玩具，对不对？然后重点是啊，我们刚刚已经开一只老鼠的了，嗯，老鼠的，然后他会这样哦，就是这样碰他一下，他就是这样，然后所以他这样啵啵啵啵啵的声音，老鼠就会发出挣扎的声音。听说它不能换电池，对，不能换电池，只能叫8000次，对，8000次，然后就不会叫。我觉得照这个程度看起来，应该很快就没电了。可是刚刚淼淼对它还蛮有兴趣的，啊，又少了一次了。对啊，它的生命一直在不断的减少。是什么鬼玩具？到时候它等它没电，我把它拆开看里面到底装什么电池。那你要把它解剖哎。对啊。然后这个是小麻雀，小麻雀我还没开。哎，这个多少钱啊？那只小老鼠多少钱？100多块，150还是170之类的。所以呢，等它这塑胶垫片抽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开始那个生命就会倒数。嗯，长得好恶心哦。麻雀多少钱？麻雀应该也是100多块，两个都100多块。感觉好像买麻雀比较划算。大陆做的吗？不知道，真的，中国南京。然后再另外一个，这个球球，球球很可爱哦。哦，它是这样。这个球球我也忘记多少钱，要查一下。因为都很便宜。那球要干嘛？这球它也是，你看，它也是有个这个。嗯。然后拿出来之后，好像会有声音吧？哦，真的。要拿啊！哦。哎呦喂！是有多喜欢玩小鸟啊？他们都在外面，你知道？苗苗他都会听窗外小鸟的声音，然后在那边好像很哀怨的样子。我还看过外面的那个，我们这边外面的那个流浪猫，叼着一只鸟在那晃来晃去。真的假的？那个是麻雀吗？应该是。是麻雀。应该是麻雀。所以他们就是天性就很喜欢。你知道猫咪它比我们人类还要早来地球，非常的原始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人类死掉的话，猫咪还是会活着。不是最近有在讲吗？就是如果人类死掉，狗应该就死。对，因为狗狗的话就是我们人类驯养的一个产物。然后如果人死了，猫还自己还可以活得好好。对，狗就没办法。他的猫抓板已经很多了，你要买？他猫抓板哪有多？他的窝上面不是还有个猫抓板？哦，不够。然后那地毯什么那个都是猫抓板？不够，因为猫咪它没有进化，然后所以它非常的原始，它需要很多很多个玩具，要不然的话你家的猫咪就会发生一些行为上面的偏差，可能会乱尿尿啊或什么之类，因为它平常没有发现过，所以我还买了这个猫隧道。哎呀。而且为什么猫隧道有不止一个？我看到那边还有没开。对啊，因为还有那个三岔路的，有三个岔路，然后这是一直行的这样。那猫咪都很喜欢玩到上面转来转去什么的。因为它捡了这只流浪猫来以后，你知道根本是我的噩梦，一直在花钱猫砂盆、笼子，然后又从幼捕笼开始买。对，猫砂盆其实有两个，另外一个还没有给大家看过。从幼捕笼开始，然后买了两个笼子，然后猫砂盆也两个，然后什么垫子、哦，还有饮水器、猫砂玩具、饮水器。对，不行，猫。你知道那天我在网络看到一个狗玩具很屌，嗯，他就做了一只布娃娃，嗯，然后那只布娃娃，因为布娃娃都被狗咬破嘛，一些什么黄金猎犬啊，什么大型狗，或是破坏力比较高的狗，他都会把那玩具咬破的，嗯，就咬破以后你知道怎样吗？里面还有一只玩具。很用心吧？好用心哦！对啊，所以他玩坏之后，然后他还可以在碗里面。对，他把它咬破、撕烂之后，然后里面竟然还有一只玩具。哇！俄罗斯娃娃的概念，好厉害哦！你不觉得那做宠物用品真的很认真？他很认真，他真的很爱小狗，太厉害了。
好，所以呢，猫咪就是要很多那个玩具，然后就让它可以在那边玩，不然的话，你每天就是 每天早上跟它玩十五分钟，然后晚上跟它玩十五分钟。这个呢就是豆腐猫砂，它是混合型的，我看它有什么，就是豆腐砂加上那个矿砂的混合物，应该是吧？这什么厉害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第一次用，我还没用过。哦，啊，试用看看。对，豆腐猫砂，对不对？嗯。蛋壳宠物用品公司，就是上海。哦，它的那个豆腐砂其实是豆渣，用豆渣做的。哦。豆腐沙听起来是某一种鲨鱼。好了，我们来试、那個、看看新的，因为本来的猫砂它就会一直在那边播出来。豆腐沙也会播出来吧？我不知道，就想说试看看。无聊的那个要过了，明天要来。也不知道干嘛，行尸走肉在晃来晃去，不知道干嘛。每天都起床在想说今天要干嘛，今天要吃什么。差不多。他只能叫8000次。等一下，应该很快就没了。对啊，照他这样玩一下就没了吧？他觉得很好玩了，因为。没了，喵喵，8000次一下就没了。对啊，一下就没了。这是训练绕泥的时间，他说剪敏的训练，希望以后啊，我能够帮他剪指甲，这是我最终极的任务。下一个步骤是什么知道吗？就是摸它脸颊，然后之后再给它吃，就是让它对人类的手指头不要那么敏感。对啊，因为它前阵子对手指头很敏感，因为大家都拿手一直想戳它，然后大家就一直跑。没有，因为他们是想说，因为网络上都会说拿手指头然后给它闻味道什么什么之类的，但其实它没有，它都不太会闻耶。别只猫可能会，可是它没有，就你手伸过去，然后他没兴趣，然后再更近一点，然后他就不爽，然后他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要。可是有些不是说你给他吃的同时你就可以偷摸他吗？那个是握手训练。那你不训练他握手吗？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办法，他现在还不行，毕竟他还是我们才养没多久而已，一个多月而已吧。我要先那个，没有，等到以后我要先摸到他的脸颊，然后再摸他的头，然后等到整个头都摸完之后呢，才可以开始摸他的脚。哦，对。然后现在是先放在手上，好吃啊，真的好吃啊。等下最后可以拍一下他的那个窝，他窝里面已经有一只战利品了。嗯，他刚掉了那只老鼠，很开心，然后。把它塞在窝里面。有，最后没了，好吗？训练完毕啦，拜拜。